他已经有待业的气氛，要不要吹一首？好，他，你今天有练吗？来吹一首啊！要不要让威廉吹一首啊？不要，他一直摇头哎、欸，要、啊、不然下次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他最近考试，等他考完试好不好？啊，他考完试让他练习一下。上次练习呢，因为听说毕业的时候要展现身手一下。好、哦，所以最近都在练习哈、哦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换上这个低音的哈、哦，低音还没吹到，先来为大家呢演奏这个今天的点歌。等一下，好、哦，等一下，这一首歌呢是点歌《潇洒走一回》哈、哦，这是好像京城四少的主题曲哈、哦，就是今天的点歌，我们就先来演奏一下哈、哦，送给点歌的朋友，谢谢。
首 Tango 的上海的秘鲁。谢谢大家。接着呢，时间的最后一首歌，来为大家演奏我们最开心的时光。